真的。Mic check。早上吃的那个年糕，好高，都好好吃的。这个排名第一名我就点了，原来是红椒枣泥，怎么放？枣泥的味道太重，这边米饭什么什么很好多，豆角的油炸糕很好吃，但是刚才不能点。哇，我点了和早上吃的不同的，这是红豆卷。然后我发现了这里红豆卷和豆沙卷，红豆卷的话有颗粒的，豆沙卷的话那种软软的没有颗粒。完全没有很甜，我吃这个蛋糕也是特别软。我发现分量不是很多，基本上淀粉点更多，这种糯叽叽点的。聊一下哈，上次做做进来的，这是今天做的吗？红豆和牛奶很搭配，你知道吧？我早上吃的是芝麻维和芝士，里面芝士的话和里面一样的，芝麻的话那个里面芝麻黑芝麻真的多，那个也是真的上工的特别好吃。冷静一下，哇，你这么冷静，桃香味有没有任何好？总之都今天做的，哇，又不吃。啊，이게 뭐지？까먹었어，어떡해？안에탕。完全没我早上吃的时候也是觉得很好吃，但现在更好吃，口感完全不一样。嗯，很软，糯叽叽软，还有点就没空。里面有酸奶，我有点好奇点。啊，这是 coconut 椰子粉，因为从来没吃过酸奶有什么糯叽叽。一这个蘑菇，这个酸奶，这是糯叽叽太多。有这个，我更喜欢豆沙，真的。可以。这酸奶香。我不想吃。吃这个。哇，也不吃。你看就这好吃。안돼먹을것같아떨어져糖好花香，我呢？啊，就这个红豆也是不是很甜，大人很喜欢的，父母、爸爸妈妈会喜欢。这个龙套的话不是凤梨吗？特别有，还就在买到三角糕，这个没有工业的味道，有点高山的味道。没有特别，因为我觉得三角糕在超市买到的感觉很糖的味道，但是这个是不是。我刚吃这个的时候感觉我有点那种药的味道，但不是。是三角的味道。这个生着吃，明天吃，就10块，一盒10块，可以。吃三角糕后，刷牙后也是一直里面那个酸酸的味道。我在杭州的时候，很多人就是说南方是甜苦，北方是咸苦，那我觉得北方也是好多甜苦呢。
我变我吃了那个鹿木茄子，真的，这真的太下饭。我人生中第一名的鹿木茄子，尝尝不过，不太想吃了，但是觉得，哎，也没有朋友，不能再尝就会很上火，靠近。很多人喜欢小乌泥吧，好吃，热乎乎，好热乎。我能吃没有小乌泥味的枣糕，那个名字好难说，我咽不出来。太不辣了，给你啦。啊，你咋打开了？气得死！我错了，我做我对身体好的吧。我想送给爸爸妈妈，爸爸妈妈会很喜欢吃。哦，等这种给他，我要一样。这样可以？啊，这是我的。好了，拜拜。今天虽然发现了没有预测的事情，可以能吃到更好吃的。小亮，今天谢谢来观看我的视频，我们再见，拜拜。哦，还留给品尝吗？好吃。